他得了绝症，活不了多久了。他是谁啊？永誉资本的大小姐许西西。从现在开始，你要模仿她的行为、表情、习惯，直到你能替代她，成为许家大小姐。 我不知道你在计划什么，我不会按你说的做的。我这么做都是为了你好，这叫好吗？天底下哪有哪个母亲是这样对自己孩子的？我小时候甚至就在怀疑，我到底是不是你的孩子？你当然是我的孩子。 可你必须成为许西西，你没有选择，否则你我都会死。许小姐，请慢走。好了，你去吧。可是他们才刚走，你如果连他们都骗不了。 许小姐，把刚才给我做项目的人全叫出来。啊，好。许小姐，您确定要再做一次刚才的项目吗？您角质层薄，重复清洁的话。 手机怎么会在这个时候响？是谁？
你帮我查一下这个手机号的位置，不是，他打的是我爸的手机。 世界上唯一爱我的人已经不在，我爱的人却从来没有对我坦诚过。既然没有人希望安于此在，那如你们所愿，从此以后，只有虚心。老头，嗯，我恢复记忆了。啊，真的？ 生病的那些事儿也想起来了。嗯，想起来了。不就没几天可活了吗？别瞎说。西西啊，你以后千万别再干傻事儿了。就算我不干傻事儿，不一样有人要绑架我，要杀我吗？爸不跟你保证。 昨天的事情绝对不会发生第二次。那个女人呢？她真的死了吗？那个恶毒的女人死了都活该。怎么了？就是有些后怕。 昨天你怎么悄悄跑到青灵山去了，还故意把陆静妍甩开？我那是跟景川约会去了。啊？他约我出去过夜。要是陆静妍处在那儿，多不自在啊！就是跟你一起录节目的那个男孩。 你先得有喜欢上他了。不行吗？他可比陆静妍体贴多了。哎呀，啊，对了，我想换掉陆静妍。为什么突然换保镖？保镖第一条基本原则，保护雇主的安全。你连这个都做不到，有什么资格待在我身边？我知道你现在心里一定很难受。你以为你是谁啊？你别以为你很了解我。我告诉你。 让西西跟你学防身术。是，经过昨天的绑架，我觉得许小姐可以学一些防身技巧。在我停职的这段时间，除了对接医疗团队回国的事情，也没有其他事。正好可以教她。也好。不过，你千万别忘了医疗团队的事。他们三天之后就回国。这件事情绝对不能出差错。收到。
你松开，我不想学什么防身术。这是许先生的意思。你少拿他压我，我说不学就是不学。最有效的防身术，就是用最坚硬的部位，去击打人体最脆弱的位置。太阳穴、颈部、心窝。你松开，我没时间陪你玩这个。那你就试着睁开我。刘静言，你知道我为什么不想学吗？因为我根本就不想看到，更别说什么靠近你了。全是监控，这里是监控死角，徐勇又不会看到的。你别怕，你难过的话就发泄出来，我保证不会有事。你觉得这样很有意思吗？你是不是觉得我在故作坚强，十分需要你的安慰，十分需要发泄？如果你觉得没意思的话，那你就想办法推开我。是你从不知执意守护的秘密，不需分外说明的哭泣，不管身份记忆与姓名，奔赴向你，就算需要你往前行。我列选手的时候最近无效攻击。一次 my love, 你可以选择用武器，一定要一起击中。无人能代替。一次 my love, living my heart, 让我如此。别再用你前面的话。天成，查到电话号码位置了吗？在许家，正在往许家大门外行驶。是安月，难怪。昨天一张照片都没拍到，婷婷退了吧？昨天没拍到，不代表今天拍不了啊。什么意思？给你看个东西。许西西被绑架，你这约会男友不应该上门关心一下吗？不对呀。约的是青灵山，他去青灵山干嘛？对呀，我也好奇啊。你们昨天定约会地点的时候打电话，我也听到了。除非他根本就是在耍我，从一开始只是把我当一个挡箭牌。哎，你的意思是说，他去青灵山是另有别的目的？应该是去见一个对他很重要的人。
什么人啊？你以为我傻吗？这么重要的事情，我能告诉你？我要用这个把柄，好好拿捏住许西西。那个报道是假的，安姨不可能绑架自己的女儿，她不可能认不出安月。她对不起，我不知道该怎么跟你解释。你不用跟我解释，她的通告我会先全部取消，你们兄妹俩好好休息，许先生那边我来应付。门关上。叫我来什么事儿？没事，还有鸽子。我没事。咱们这就回家，送安逸最后一程。我不去了。没事，薛永玉那边田穗会处理的。昨天你放我鸽子是为了去青灵山见某个人吧？我还有事儿，我就先走了。你还有什么事？有什么事能比你妈妈还重要？有啊，当好许西西。当好许西西。月月，安逸一手把你拉扯大，现在他死了你都不回去看他一眼，是顾着等你的许家大小姐是吗？啊，安月，你对得起安逸吗？我现在所做的一切，就是为了对得起他。丁北凡。你难道看不出来吗？他才是那个最难过的人，给他一点独处的空间吧。我只是怕他意识偏激，走歪路。阿月呢？他刚走，你没碰到他吗？等等，我觉得安月不对劲，我也不知道她经历了什么，总感觉她不太像自己了。是我的错，放心，我会带她回来。我有话跟你说。愣着干嘛？拦住他！以后没有我的允许，别让他靠近我。是。西西，我就知道你会迫不及待的给我打电话。景川，我想见你，有些话我想当面对你讲。让开！对不住了，陆哥。我们都是兄弟，我不想跟你们动手。我们也不想。
但如果您继续跟着大小姐，我们也只能不客气了。你们约好了在青灵山见面，但是你又怕后面的那些人发现了告诉你爸，所以你就利用我给你打掩护。青灵山，青灵山，七夕，你这个算盘打的是真好，就是苦了我上山下山两趟，我到现在腿都是软的。你什么时候知道的？录综艺的时候我就知道，他一直偷偷盯着你看不上。所以还有谁知道这件事？哎，这就要看你的诚意了。本来我今天呢是打算直接去见许先生，但是我这个人就是心太软。许大老板的做事手段我可是早有耳闻的。哎，你说要是他知道了他的宝贝女儿跟一个穷保镖约会还被绑架，这件事的后果我真是想都不敢想。对，你说的没错，我那天确实是去见陆静言了，但我们不是私会，而是分手。分手？分。你没看我贴身保镖都换了吗？张景川，之前没发现你胆子还挺大，竟然敢威胁。要是我把你刚才恐吓我的这段录音发给我爸，我真不知道他会做出什么事来。毕竟我爸这个人呢，脾气不太好，尤其是知道那些……哎，西西姐，我刚才就是跟你开了一个玩笑，别当真好不好？那就把青灵山的事咽在肚子。对不住了，陆哥。那个，姐，没什么吩咐的话，我就先走了啊。哎，着什么急啊？我要让你帮我个忙。姐，你吩咐。大小姐吩咐让我们拦着你。没事，我们按规矩了。我最讨厌分手后死缠烂打。我要你假扮我男朋友，帮我打发掉他。啊？怎么？不愿意？不是姐，我是怕他有……怕什么？有我跟我爸在，他陆金言不敢对你怎么样。不过，你要是出去瞎说我跟他有什么，那我就护不了你了。
进他的身上。你自己也看到了。给我五分钟，我需要一个解释的机会。我知道你想要做什么，我可以帮你。你是帮我还是利用我？陆谨言，我不相信你，也不需要你。那你利用我吧，就像你利用他一样。许先生要我去接医疗团队，他们要给你做全身检查，我需要马上回去安排。你把西西最近这段时间的工作全都排开，我先让她休息两天。是许小姐的身体。田穗，你不用问那么多，你就按我吩咐的办就可以了。我不做检查。胡闹。反正查来查去结果都是一样，白受罪。你不是最疼我吗？你舍得见我这样一次次受苦吗？去做一个全面的身体检查。你不是想让我利用你吗？我现在给你个机会。陪我跳支舞吧。嗯，小心监控。找我什么事？以徐永玉现在的态度，三天后的检查势在必行。对，徐西西曾经反抗过，但徐永玉从不妥协。既然没有办法，那现在只有一个对策。找到真正的徐西西，去跟他互换身份。没错，我妈既然做好了万全的准备把我送回来，那她也一定给我留了徐西西在哪儿的线索，我要把她找回来。以徐西西的性格，她绝对不会配合。我不确定徐西西会不会配合，但这是唯一的方法。徐永玉不会放你出去的。所以我才需要你的帮助。光我一个人还不够，还需要田穗的帮忙。田穗我会搞定，你只需要明早八点出现在餐厅就好。先生，郑博士团队发来的邮件您看看，是关于
大小姐的检查分类。让他们滚，我不想做检查。这件事情没得商量。没得商量。西西，你干什么？你把刀放下。你总是这样，什么都听你的，什么都按你的来，你根本就没有考虑过我的感受。我讨厌你，我不想再看到你。好，好，西西，你讨厌我，我从你面前消失，你把刀放下。你把刀放下，爸爸就走开好吗？我现在就走。你走了又怎样？这个家里全是你的眼线和监控，这里和你一样讨厌，受不了你的控制欲，我受不了。继续，放开我！先生，你没事吧？徐先生，大小姐既然不想待在这儿，不如你让他出去住几天吧。我给你保证，我这一次绝对保证他的安全。什么事？是这样，徐总，有个度假酒店呢，想请西西做他们的体验官。您昨天不是跟我说想让他休息两天吗？我想着正好借此机会可以让他去住两天。我怕他一个人老待在家里，心情会更不好。好，但是有个条件，陆谨言必须得跟着。没问题。你看什么？你刚刚没有伤害到你自己吧？这个时候就没必要惺惺作态了。说白了，我跟你不过就是合作的关系。之前是我太蠢了，以为你会真心帮我。我其实……我对你的苦衷不感兴趣。那关于那天晚上的电话，你不好奇吗？去青灵山的前一个晚上，我跟你妈妈见了面。我当时只是觉得有点不太对劲，完全没有想到她会做好牺牲自己的准备。那她……她发现徐永玉怀疑你，她非常担心你的处境，请我务必要保护好你。你跟我爸是什么关系？是不是在计划些什么？为什么你要让安月扮演水西西？我只能告诉你，我和你爸爸始终都是同一条战线上，我们做的所有事情都是为了让安月能好好的活着。你和你爸爸年轻的时候什么事情，你都会保护安玉，对吗？谢谢。我爸出事前，和你妈妈一直都保持着联系。一定是对彼此很重要的人，可他们却为了我。
这说明你对他们来说也很重要啊。所以，就算是为了他们，为了天岁，丁北凡，你都不能抹去安月的存在。他们都还在等着安月回去呢。那你呢？我一直都在，我一直在等着你利用我。我不会再利用你了。陆谨言，是我误会你了，对不起。该道歉的人是我，我不应该欺骗你，利用你，对不起。我原谅你了。不好意思啊，我想问问你们想吃点什么？吃什么吃？先聊正事。哎，好的。我们当前最紧急的就是如何应对后天郑博士的检查。我曾经看过他对检查的缜密度，基本上要蒙骗过关的可能性为零。我们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在检查前找到许西西。可是他究竟在哪儿？我妈说他现在很自由，那他怎么不回家啊？除非许西西已经死了。不可能，我妈不会做那种事儿。还有一种看似最不可能的可能。
就是他们两个是合谋。没错，如果是里应外合的话，就能解释当时你母亲是怎么在陆金岩面前制造车祸，又是怎么在海里偷偷把人换了的。司机小何，我记得他在车祸后说过一句话。陆哥，我不是故意的，陆哥，是大小姐让我加速的，我也不知道有一辆车突然的冲出来了。陆哥，我当时以为他是为了推卸责任，但是现在看来，很有可能就是许西西让他加速的，目的就是为了撞车坠海。可就算是这样，我们也不知道他现在人在哪儿。记住，杜松子树下，我在那等你。The tree, Jane. My mother, she killed me.在杜松子树。今日凌晨，青灵湾海域附近打捞到一具不明女尸，目前警方正在调查中，疑似与一起绑架案相关。I'm in the darkest all by myself, trying to look for you, wherever you are. Did you know I'm standing on this empty road?To know where to go, I'm calling your name. If I had a chance to do this over again.